做得很不错啦，总而言之呢，那
影响人心啊，净化人心，洗涤人心等等呢、啊、总是呢所有的法无为法变成了呢有为形象出来的，这都是呢把道理呢让美好的形象把它显示出来，而且呢见苦知福啊，在佛法里面最近我常常都说无为法与有为法，无为法呢是你看不到的，但是呢它的原理它的道理都是存在，这样的道理呢是我们用肉眼看不到，假如呢有那样的尝试啊，它就可以呢去研发出来，从看不到的无为法，那它可以拼拼凑凑的研发出来这种这科技，这样的电视、哦、那或者是电脑等等啦，只要呢一手神功一点，可以点开啦，天下事、哦、都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有的天下事呢很八卦很乌龙，而且呢很恶毒、哦、很而且呢也可以呢就是在这样的也可以杀人等等啊，这是非常可怕。可是呢我们应该也来利用它，把它转过来呢可以净化人心。那这种的该灵都是爱黑灵人嘛，要解开啦这样的心灵的混乱啦、啊、解开啦心中的烦恼偏向，就如早上啊有两位的大菩萨，那也都是因缘很深的，也是慈济人黄董事长，他的心愿就是要为慈济做出了他的专业的对大爱台有帮助，也是呢为慈济净施呢都能有贡献的、哦、他是跟我这么说，终于看出来了，在我们早上看到的不管是在平面的或者是在我们电视，现在呢不只是在电视台可以看到，也可以随身看到啊，三机都可以看哦，手机拿着可以随身，这就是呢随身带，带着师父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这都是一个无孔不入无人不动，都可以呢随时要闻法或者是要把法传给其他的人，都是呢很方便啊，这都是科技的发达，真的非常的感恩啊，看到了电子的发达、哦、那这样的企业他们呢愿意啊投入在大爱的清流，还要为大爱呢开清流的泉源、哦、让我们的涌泉、啊、清流的涌泉、啊、更强盛起来，但愿我们呢这样的爱的能量呢借重在这全球呢都已经能接受到我们大爱的信号、哦、那其实我们呢已经啊无处不在了，无人不渡了哈、哦！这种的电子业的发达，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努力，努力呢，严谨就是在无线电台的，这都是我们的努力。因为呢，有的在偏远地区啦，接受不到网络的哈、哦，
或者是呢接受不到第四台的哈、哦，那他有了这个无线电视呢，他就可以呢看得到哈、哦。当然，这也是我们的要努力的严谨人文事业。事业呢，我们就是要有共同的方向理念，就是无时不刻呢不再抢救慧命哦。啊，最近我常常说啊，一秒钟是每一天的唯一的一秒钟哦，所以我们每一秒钟都要珍惜它。那一个念头呢，就是一辈子哦。我们这样的方向啊，这个抢救慧命的这个念头，我们应该人人要把握。